不来路倒后，我超晒啊！哈，不会啦，越来越胖，我今天不能再吃东西了啦，啊、没有美食之旅今，今天没有美食之旅。对啊，我被人家说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肚子好大。干我也是，我也想我也是，人家讲的是事实啊，就是听起来就是 对，事实总是这样。你知道干咩多？没得啊，干咩都来去搞车啊！我第二个故乡台中，第二个故乡，第一个故乡都会，第一个故乡哦，我大位拢是第一的。我们想讲第一，没人敢讲第一，那么就按你讲嘛。对啊。啊，去台中准备要交车而已。对啊，交车不是这简单啊嘛，都交了我跟你去了呢啊。泰山的对一点原因呢。哦，对哦。啊，事出必有因，什么因？什么因？我们要去买一台车。不是去拼接。不是，吃美食。对，今天要去金钱豹吃。牛肉面，你不要胡乱哦！啊，真的還假，吃牛肉面，这样子我搞，太无搞了，啊，不然呢啦，太脏，我这样无搞你出啦。哎、欸，你叫啊？咱那高枪就买款，买款填来压，好像可以。可以吗？可是他还没会，这个关键他会到林园，我都抓晒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今天是好天气、啊，对啊，阿伟公子他手上面写嘞。你要现在就讲，还是先不讲？到那边再说。好，秘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去那边可以喝咖啡，所以难怪你不喝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地主都嘛是会去看哪里嘛，小吃都夹夹诶，霸丸、霸掌，那嘛夹夹不赶快，那夹小霸掌，再多一个字而已。给他对，我们就多就是赢了。所以你要去吃乌马，我们去吃那种五花马，比较大了，多一个字就是赢。是啊，对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。泰山，你胡子不能刮掉，不然有一天你回去去你朋友的时候，哎呦不要这样，泰山快回来了，你不要。哈，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？不管了，男朋友也可以的、欸。是啊，他回来那可以起来，什么起来？好了。去买个伴手礼、啊，买个几包，也是名店呐、啊，垂坤的肉干，不知道到时候、啊、留言我拿来抽奖。抽奖啊，对啊。不是要给我骂哥呢，你那都给我妹。这样叫妹，谁叫爱姐？对啊。高一，哎，哇，兴奋了，就兴奋了。终于来了。Hello， 泰山，哇，好兴奋。别奇怪，这大声呀，这大声，这大声呀。答案揭晓哈、C30 对，这是2.0的。我们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每次都从屁股开始看？喜欢堵人家屁股。没有啊，因为刚好这个这边比较宽嘛、啊。哎、欸，重申一下，人家停在那个三辆车，人家是有的。嗯。哦，稍微瞄一下就好了。他是有的。哦，人家是没有乱停的。我那边等下又有人在讲说，怎么停到什么车格什么之类的。它这个 C30 做的比较奇怪的话，它这个是玻璃，这个是玻璃，对，一阶级玻璃，有没有？它竟然可以这个坐在这边，雨刷还在哦，厉害哦。其实这一块反而比较小块，比较不会坏掉。像你的 Focus 还比这个大块，可是 Focus 不是用油压顶杆的嘛？对啊。泰山里程数真的很早，48660，跑不多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引擎脚也比较陡一点点，好像没什么哈、哦。因为啊、哦，为什么我都要抬头看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车有可能通病，它会塌下来，所以一定要看一下。目前看起来是还好的。其实如果它有一个脚翘了啊，撑不久了。目前看起来还 OK， 这是一半的 IK 啊。对啊，钥匙在身上啊，踩刹车啊，它这一次就在，这样就可以发动，对吗？没有。然后那个升降。对。翘起来。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讲啊，这个啊，你看它两个窗户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切左嘛，切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图纸是什么？假设两颗一起按，对，它就是这样，两颗一起按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个最厉害啦，这个几年的车，人家就盲点了。2012年呐、啊，是吧 ？C30 2.0的，有没有？是9年车。哎、欸，对。40000多。对啊。很少。对啊。车况好啊。好、哦、啊，几年他都较知影，啊，都来超介绍啊。冰量咖啡出来的咖啡冰球，因为一般我们如果喝冰拿铁都加冰块，那、啊、你喝到后来会
水和牛奶咖啡都分开。我们用这种方式，就是从头到尾都倒比例一致的咖啡。所以等一下倒的时候啊，先倒这个牛奶，它、啊、倒的时候倒快一点，因为这个是手工玻璃，你如果倒太慢，也不会水软。然后这个是热的 espresso， 牛奶倒完之后倒 espresso， 然后倒咖啡的时候就是杯壁下流，沿着杯子的墙壁慢慢让它流下去。越慢的话，成功几率就越高。成功的话，就是一杯很漂亮的渐层。哎，所以可以试试看。哦，怎样？够不够卑鄙下流？够够。哇、哦，厉害了！哎呦，手很稳呢。当然啦、啊，机会。做过饮料业吗？哦，这超成功。你这样粉丝会变更多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啊啊，你的没有技术性呢，我知道啊，你要把饼干打开，把它搅拌啊，饼干不能碎掉。今天这杯是马拉威意季，然后意季的话，一般来说分为三种，巴拿马意季是最贵的，一磅6000块，但是它很酸。然后这个是马拉威意季，一磅我们今天喝这是一磅3000块的，它是白蜜处理，然后它几乎没有苦味，然后酸甜味两颗星。OK， 那小杯的这一杯啊，等一下趁热喝，喝它的风味。咖啡有两种味道，一个是风味，一个是韵味。嗯、咖啡很香，就是风味。这一杯趁热喝，喝它的风味。然后这一杯大杯的，就等温度降下来之后慢慢喝，它的韵味会随着温度的下降越来越明显，啊，层次感会很丰富。OK， 那你看上面这个就是有一层白板像灰尘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嗯，那个就是咖啡的油脂。一般你如果是用手冲是看不到这个，它油脂会被滤纸吸走。因为我们是用虹吸的玻璃过滤法，所以油脂会跟下去，所以等一下喝起来的话，它的适口性会比较好，你会感觉比较滑顺，比较明亮。然后这是煮出来的咖啡渣，你可以仔细看，它不是黑色的、嗯哦、因为好的豆子都一定是中浅杯，所以要带点红色这样子。OK， 所以就是小杯趁热喝，大杯温度降下来慢慢喝。啊，饼干，我知道了，你饼干渣的那个咖啡渣一起吃。干，不要乱讲！我不要乱讲，没有啦，那是给你看的啦。这个杯子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一组杯子和你今天用的杯子都是我妈的嫁妆，这个是1968年的杯子。哇，对，然后就是在洗的过程里面破掉，嗯，啊，因为很舍不得，所以就把它留着做装置艺术。哇塞，对对对，所以那个是1968，你用的那组杯子是1965，对，然后像这一组。这个是我阿嬷的嫁妆，嗯，这是1940年的茶杯，日本制的。现在这个公司已经倒，已经绝版了。所以这个是最，这组是最珍贵，这个我们会拿给客人用啊。客人如果点茶，也是拿出来给客人用。嗯、对，但是就是喝这个的话，就是不用有压力的，因为打破阿嬷会去找你，不会回来。哈哈哈！这样压力很大。它东西就是要被使用才有价值。哎、欸，没错，还有温度嘛、啊，不然像这个杯子都一直放在橱柜里面当展示、嗯，所以我就想说把它拿出来用，它破了就算了，也破了也是它的过程嘛。你打算里面咖啡豆？哦，有，所以这个是咖啡牛轧糖，牛轧糖。第一个闻一下，它这里有咖啡的味道，嗯，还蛮浓的。那是咖啡豆、啊，嗯，咖啡豆很少拿来这样摇啊。我要香，我要吐渣渣吗？我叫不要，不要。咖啡，嗯，咖啡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取名叫做马克咖啡？因为我们的你现在看到的杯子都是马克杯，你现在看到只有1/5啊，因为马克杯的英文叫 Mark， 对 ，Mark 就翻成中文就是马克，因为我还蛮喜欢骂人。所以比较好记啊、哦，记忆点比较深啊。没有啦，其实我都是被骂比较多的。也不是，那是我吧。那些枪就是自己收藏。对啊，那些枪就是自己收藏的情怀啊。哦，就是小时候没有买到的东西，對啊、小时候没有被满足啊，长大了就有点钱就可以玩一些这些东西，还慢慢在收集啊。刚、好在收集 AK 系列 ，AK47、AK74。其他是自己有一把那个狙击枪哦，那个很好玩，没事千万不要开咖啡店。如果你有钱有闲，不缺钱就可以开咖啡店、啊。所以你是有钱有闲，所以你是本身对煮咖啡是有兴趣的，因为从小就算是有接触了。但是最有兴趣的还是汽车嘛，那我之前的工作都是跟汽车相关的啊，是啊，对，之前是做什么方便类？之前大中华区的 Mercedes-Benz 产品经理和市场经理、哦，
那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啊？是说来话，在大陆的时候，产品的导入、市场分析都是我们做的。嗯，对，他第一代的国产的 E-Class 就是我们导入的。然后那时候我负责宾士，就是正式进入中国的时候，嗯，我们只进 AMG， 因为那时候必须要把宾士的品牌形象跟凯迪拉克跟 BMW 拉开区隔。对，因为那时候 BMW 和凯迪拉克在中国都已经国产化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只引进 AMG。你要买宾士，就是你只能买 AMG， 其他普通的版本我们没有。嗯，对。然后后来就是又负责台湾的Mitsubishi， 也是做产品经理。嗯，对。其实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Honda 当 Sales。后来会离开汽车业，是因为接了一个很厉害的品牌叫纳智捷。纳智捷的前身，我们是最早期纳智捷的研发团队。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品牌啊，但是产品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就接了纳智捷这个伟大的神车，就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。对。啊，后来自己跟弟弟出来创业，我们是做那个摩托车和脚踏车比赛用的避震器。我们是做气压避震器。对，有没有听过 Racing Bros RB 啊？那就是我们开的公司。就是小时候的梦想，汽车的梦想，还有 MotoGP 的梦想、赛车的梦想都完成了嘛。就是想说，那个是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拿出来给业界使用。对，然后才会去开始进去大学教书这样子。对，大学的教书还有行销顾问公司才是我的本业啦，咖啡店只是生活。对，只是生活，所以这里常常没有开。啊，因为就是小师算是跟我们是同一个年代在玩车的，所以就觉得他的痛调跟我们实在是非常合，对，同温层拍，对。哎呀，不管就是改车的观念，然后对汽车的认知，都觉得他很专业，然后他小师又会用很平易近人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认识这个东西，不会说一直在说学理的东西啊，大家会觉得无聊。对啊，所以因为小师他介绍的方式会让更多的人接触这一块，我都觉得他很棒。谢谢。哎呀。收完了。好了，钱给了就好了。还有我身上还有一点点钱。对啊。还有没跟泰山借？对啊。那是绿豹咖啡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新的。这种是浸泡式咖啡，像茶包一样，你就丢进去就可以了。哎呀 ，OK， 好，这个送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哇塞，感谢，你好，真棒，每次都有礼物哎，就拍谁？哎呀，用国照名要来啊，我知道了。台北标准，要把这瓶收起来，台北的空气。空气。啊，你要自己喝还是抽奖？点击率啊。今天通过80000就送，对啊，啊抽奖好了啦，留着自己这样没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抽奖，哎呀，抽奖，全部都抽起来，说明书上看不到，就是这样嘞，可以冷泡，可以热冲嘞，哇，好香哦，偷拿一包给他们知道。谢谢亨利，谢谢。好，他说我们鬼屋这边叫马哥啦，马哥，马哥买下来，马哥，哦，他还送我们那个绿挂咖啡跟那冲的，我们直接都把它捐出来，抽给捐出来，对，捐出来，抽奖，对，抽奖，好，记得留言才有哦。要怎样？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要留言，对，才可以抽奖，不然是没办法抽奖。谢谢小师，谢谢科比，谢谢，还有泰山，对啊，泰山很辛苦哎，泰山很辛苦，对啊，泰山很辛苦。因为我们拍完之后啊，他要剪很久，剪片，对，要剪很久。其实他是最辛苦的，对，幕后的英雄就是他，幕后英雄，对。啊，是阿呆，对啊，阿呆也很辛苦啦，对啊，都很辛苦，这个团队很棒，大家多多支持小司机的，耶耶。
们把它开回来了啊，今天就没有拍吃的东西了啊，也没有去动物园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把钱都买这一台，我没钱了。你带多少？2000不够。2000给他小费，我们就没了，就没了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没去，我们就去夜市走一走，吃一吃啊，好久没有去了，下次有机会我再带你们去好了。好久没有去逢甲夜市，有点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跟我以前去的不一样了。都是什么夹娃娃机？好，今天都到这边了。喜欢的朋友帮我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，拜拜。